去吃那个汇源烧饼，哎呦，不叫油条，麻辣油条，哎呦妈呀，那边太有名了。对，打车15公里，往那到那个地方。喝大汤吃油条，喝大汤晚上喝大汤吃油条也是，全部来养，也只有徐州有。最牛的夜排档，从下午6点钟开始，到第二天早上4点钟，就是油条辣汤，排队买油条喝辣汤。来，这个两碗汤，两碗汤。求快！合伙人。半夜。